饭。对，开始之前。阿弥陀佛，大家好，请问今天有没有要做皈依的同门？如果有的话，请举一下手，有吗？今天有没有要做皈依的同门？如果有的话，请您举一下手，有吗？冰箱要皈依了。冰箱是吗？好，真的是假的？以后你们不要叫他什么的，做那个好吗？他做那个，他分心，他不跟我直播。是哦。来，还好有你在耶，好还有你在，还好有你在。阿弥陀佛，再次的确认，今天有没有要做皈依的同门？没有是吗？好，有吗？好，请大家将你们的手机调为震动或者关机，谢谢。在家啦，
真佛宗下徒雷藏寺同修观世音菩萨本尊法，恭迎真佛宗创办人无上法王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众人虔诚合掌唱诵莲花童子心咒。声问候，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顶礼坛城，左观向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Om 啊 ，Om 观向顶礼，回天心善印，二拜诸菩萨。Om 啊。Om 观相顶礼，回天心善印，三拜诸护法金刚。Om 啊 Om 观相顶礼，回天心善印，四平等一起手。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请师母莲香上师上座，请长老仁波切及诸位上师上座，请教授师法师上座，请讲师助教同门善信大德就座。
介绍贵宾。今晚的同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廖东洲大使及夫人朱棣师姐。我们也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我们先从龙边开始。请问龙边有自我介绍的吗？Hi everyone, I'm glad to be here. My name is Nikhil. I am originally from North India, but here I live in Bellevue. And with me is my wife. I'm Nidhi Agarwal, and I'm from North India. And I'm currently living in Bellevue. Happy to be here with you all. Welcome. 请问湖边有吗？要自我介绍的。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长老仁波切、世界各地众上师、教授师、法师、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前来参加同修。同修观世音菩萨本尊法开始，观想真佛宗传承。那么大日如来，那么佛眼佛目，那么阿弥陀佛。那么莲花童子，那么莲生活佛，观想师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 ，Om Guru 莲生 Siddhi Hu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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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莲生 Siddhi Hum。Om Guru 莲生 Siddhi Hum。 左四无量观，观想右手边有父系亲人，左手边有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行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 ：Om Shiv Li Shiv Li Maha Shiv Li Shiv Shiv Li Soha。Om Shiv Dori Shiv Dori Shiv Mori Shiv Mori Soha Om Vajranadang Ha Ha Hum Namo Samanto Modaran Om Duru Duru Devi Soha 念招请咒 Om Ah Hum Soha Om Ah Hum Soha Om Ah Hum Soha 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赦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祖尊，南无观世音菩萨。同修祖尊，南无观世音菩萨。同修祖尊，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宝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木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
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相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相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相顶礼，回天心散印。四平等于其手，大曼达供养，手结供养手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祖尊，南无观世音菩萨，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尊共金刚护法龙天空行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Om Sava Dhatagata Yidamu Guru Nana Mienchana Kang Liliye Dayami。 做四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唵波然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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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波然遮利。念高王观世音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除盖障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秘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主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藏狮子游戏佛，宝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衔接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圣佛，百亿金刚藏佛，顶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赵王神通烟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无数精进保守佛，下方善继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出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此忧于一切众生，各令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
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亿万菩萨，普光王如来化圣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昼夜，离婆离婆地，求诃求诃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伽地，真宁城地，苏哈，离婆离婆地，求诃求诃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伽地，真宁城地，苏哈，离婆离婆地，求诃求诃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伽地，真宁城地，苏哈，离婆离婆地，求诃求诃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伽地，真宁城地，苏哈，离婆离婆地，求诃求诃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伽地，真宁城地，苏哈。尼婆尼婆地，求诃求诃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伽地，真宁城地，苏哈。尼婆尼婆地，求诃求诃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伽地，真宁城地，苏哈。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誓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若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满千遍，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伤，刀兵利摧者，贿赂生欢喜，死者变成活。莫言此事虚，诸佛不妄说，高往观世音，能救诸苦厄，临危急难中，死者变成活。诸佛语不虚，是故应顶礼，持诵满千遍，众罪皆消灭。后福坚信者，专攻受持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众罪皆消灭。高往观世音经中，念三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悉檀婆毗。阿弥哩哆毗迦南哆，阿弥哩哆毗迦南哆，伽弥哩伽伽那，智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悉檀婆毗，阿弥哩哆毗迦南哆，阿弥哩哆毗迦南哆，伽弥哩伽伽那，智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悉檀婆毗，阿弥哩哆毗迦南哆，阿弥哩哆毗迦南哆，伽弥哩伽伽那，智哆伽尼娑哈。首节莲花童子手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大拜莲花童子三光加倍。持莲花童子心咒二十一遍，持咒 Om Guru Nien Sheng Si Di 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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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Guru Nien Sheng Si Di Hom。Om Guru Nien Sheng Si D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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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en Sheng Si Di Hom。
手结莲华合掌印，肩观空，脸观空咒。Om Sopava Sutta Sarva Dharma Sopava Sutto Hang Om Sopava Sutta Sarva Dharma Sopava Sutto Hang Om Sopava Sutta Sarva Dharma Sopava Sutto Hang 观想，虚空中有蓝色的月轮，月轮中有白色种子自色自放大白光，月轮中色自旋转，化为白色自性观音，观世音菩萨坐莲台，天衣宝饰璎珞，庄严慈祥，有无量白净光照射，可观想大明六字咒围绕着菩萨放光明，观想观世音菩萨右手持白净瓶，化成一条 白光，成一弧度照观行者。行者之恶业恶念全化为黑气，由毛细孔蒸发出去，在大气中消失，进而全身纯白透明发光，得大清安。观想观世音菩萨在虚空中飞到自己顶上，住于顶上，然后缩小成一粒米大的光，同时自己心轮开放成为一朵莲花，莲花心中有月轮，月轮中心有种子字色字，观想色字放光，摄照观世音菩萨进入中脉，一弹指间，自己与观世音菩萨融合成一，无二分别。持观世音菩萨心咒108遍，先做念珠观想。持咒 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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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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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Jiu Jie Fo Feng Yu San Mo Di。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Linto Lin So 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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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o Ye So Ha, Om Jali Jali Jun Ti So Ha, Om Jambana Chalang Chala Ye So Ha, Om Ahom Beza Guru Pai 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 Pai Ahu Sasamaha Lien Sheng Siddhi Hum,迪亚他嗡贝卡兹亚贝卡兹亚玛哈贝卡兹亚那扎萨摩卡德嘿苏哈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得妙善甚尊秘密祖十方世界佛刹陈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悯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恭诵长寿佛心咒二十一遍回向师尊健康长寿持咒Om Amaroni Zuen Diye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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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roni Zuen Diye Soha 回向愿以净光消我业得成自在观音尊放大慈光来济众人人同归大悲尊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宗众弟子一心祈愿慈悲护主观世音菩萨正法明如来以无尽的慈悲力护佑圣尊体魄强健精气足长寿长乐常自在财福天成永不乏大乐任运偏法界密法救度众生苦指引到极乐彼岸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坐众回向一心敬礼，慈悲故主，观世音菩萨，
一心敬礼慈悲故主观世音菩萨，一心敬礼慈悲故主观世音菩萨。祈请观世音菩萨以千手千眼千眼观察众生，千手扶助众生，救度众生，请接引幽冥中往生清净佛国，即请观世音菩萨加持行者身体健康，即请观世音菩萨让行者您生菩提心，慈悲六道，祈请观世音菩萨加持行者知良具足，智慧圆满，习真怀书戒得成就，随缘度化，方便示现，救度众生，无为而为。慈悲古主观世音菩萨，天罗僧在罗僧，人离难难离僧，一切灾殃化为尘，所祈求皆能够满愿。祈请观世音菩萨加持，放光加持，瘟疫退散，病毒退散，恶言退散，恶念退散，恭念三遍拜自明咒。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扎扎梅巴瓦苏多卡尤梅巴瓦苏波卡尤梅巴瓦阿努拉多梅巴瓦沙瓦哈西迪门波拉雅查沙瓦伽玛苏扎梅吉达摩悉尼仁咕噜吽哈哈哈哈呵班卡文沙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扎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哄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
贝扎沙多提鲁巴迪查，哲扎梅巴瓦，苏多卡尤梅巴瓦，苏波卡尤梅巴瓦，阿那拉多梅巴瓦，沙瓦哈西迪梅波拉亚查，沙瓦甘玛苏扎梅吉达姆，悉尼仁古鲁吽，哈哈哈哈呵，班嘎文沙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亚，萨多阿吽佩，吽贝扎萨多萨玛。呀嘛鲁巴那呀，贝扎萨多提鲁巴迪查，哲卓梅巴瓦，苏多卡尤梅巴瓦，苏波卡尤梅巴瓦，阿那拉多梅巴瓦，沙瓦哈西迪梅波拉亚查，沙瓦甘玛苏扎梅吉达姆，悉尼仁古鲁吽，哈哈哈哈呵，班卡文沙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呀，萨多阿吽佩。做观想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四平等以其受，念圆满咒：Om Bling Om Bling Om Bling 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同修圆满吉祥。全球真佛弟子。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开演《维摩诘经》，请法仪式开始。钟鼓齐鸣，请法人员全体顶礼根本传承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及坛城三宝。嗡啊吽，圣尊莲生活佛，平等以其手。请法人员及全球真佛弟子常跪合掌。佛陀说，人间是苦，在五浊世间，众生不知有生有我苦，以致无始无明。攀缘缠缚，追求熟利，执万般业因，得万般业果，有一连生圣者，言法无畏狮子吼，如雷震耳，一音演出万法意，道破众生诸无明。圣尊莲生活佛以大慈心随缘示现，洞察众生根基各有不同，莲生圣尊妙用善巧方便的法门，以无染清净的佛法解脱众生诸烦恼罪障。我等今一心虔诚恭请圣尊莲生活佛为四众弟子开演讲示《大乘佛教圣义经典·维摩诘所说经》，带领我们徜徉在无为清净的心灵佛土，遨游在真如的佛性之海。礼敬大士维摩诘，菩萨妙喜净土生，
白衣奉持三门戒，清净凡心离三界，以身示己广说法，是众生病为己病，众生贪爱皆是病，众生病灭己病灭，散花天理乐法药，天花飘散虚空中，花飞花落花无住，是花非花花非花，娑婆世间聚因缘，维摩诘经广宣说，大士虚空来劝请，莲生圣尊演妙法，通达智慧善方便，不可思议解脱经，不二法门无相对，平等性质心无病，正见佛法清净行，心净无染国土净，以法供养最上品，普供三世一切佛，再三叩请莲生佛宣说维摩及经义，经令众闻者皆得悟，愿证圣意菩提心，得如是法入佛道，无量功德皆成就。请法人员代表进献哈达及请法礼物。西雅图雷藏寺代表进献哈达及供养。恳请圣尊长寿自在住世间，法轮常转不舍离。彩虹雷藏寺代表进献哈达及供养，恳请圣尊讲经说法常住世，真佛法脉世世永流传。莲花童子今生，莲花童子无限妙，荷花万蕊处处绕，波叶光源上下照，通体清香无俗调。敬献释迦牟尼佛今生，敬以释迦牟尼佛，昔有世尊传教法，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敬献维摩诘经，莲生圣尊见真谛，维摩诘经传法义，开启如来般若智，明心见性是究竟。敬献法王宝冠及龙袍，法王宝冠光照显赫，圣冕庄严，威震天地。法王龙袍，龙天护身，泽被万民，德配天地。献鱼化龙，鱼绕龙门化神龙，
一飞冲天穿云霄，圣尊登高广宣说，天龙八部护正法。即现天女像，散花天女现教化，花飞花舞法未飘，无生法忍妙法意，开悟解脱无所得。现供金刚空行舞，象征漫天空行母皆来护持莲生圣尊，俗圣开眼为魔集经。人员队伍全体与师尊大合照。
会大众请就坐。我找到了希望，我的心里有了寄托，因为你，我只说句像我做的日子改变了我的一生。你是阳光照遍四方。敬献哈达，请大家恭敬合掌，请释莲莲法师代表全体弟子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请大家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先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I still Sharae Hola amigo, que quiero mucho. Skoin Ichiba Kimoji Jimmy Yapi Bring Bring Kop Mangwa。啊，刚刚有这个请法仪式，那么也有这个天女
散花舞。啊，这个一定要讲维摩诘经啊，那个字啊是读作极还是读作绝？读作绝啊。那我们以后就记得要念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这个缘起啊是这样子的，这个有一天当我这个讲完金刚经的时候，很多弟子跟我讲，请这个卢师尊继续讲讲经。那佛陀的经典非常的多，这个所谓三藏十二部，三藏什么叫三藏呢？一个就是经藏，一个就是律藏，一个就是论藏。那么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说，律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戒律，论是后来的圣人他们由经里面所发挥出来的所有的论啊，这是精辟的所有的经论，就是论藏。佛教有所谓的三藏法师，本来法师这两个字啊是非常尊贵的，有法才是师，所以称为经师、律师跟论师。你通晓释迦牟尼佛的经，就叫做经师。你完全明白而且实践佛陀的戒律的，就叫律师。你能够懂得圣人本身的所有的精辟的言论的，才叫做论师。三个合起来才叫三藏法师。三藏法师，那必须要有法的才称为师。那现在呢，这个法师啊，就称为法师的，就是一剃度、一受戒啊，就称为法师了。其实那是还不一定的，法师已经这两个字已经被泛用，泛啊，被广为一出家啦，理了光头啦，就称法师了。其实没有什么法，你到底懂得经律论没有？
没有就不能称为法师。法师这两个字是非常尊贵的，不是一出家就称法师。但是现在普遍呢、啊，只要一出家，大家都称为法师了。所以有法才是师，你没有法，就不能称为法师。啊，这是一个议论。那大家要我再继续讲经，我一直在想，要讲什么比较好。啊，经过了一个礼拜，结果这个维摩诘大师，他进入我的梦中。我是做了一个梦，他进入我的梦中，然后他就告诉我，就跟我讲，你就讲《维摩诘经》，是他告诉我要讲《维摩诘经》的。那我就问他，这个你从何处来？啊，他的回答是这样子，他说卢师尊啊，你还是那么笨吗？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你从何处来。然后他就跟我讲，你只要心里清净，我就在那里。于是讲，他是无来无去，没有来也没有去。只要你心里清净，他就在那里。啊，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啊，大家要记住。佛菩萨不在那里，只要你心里清净，佛菩萨就在你那里。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然后维摩诘又怎么讲呢？维摩诘大师跟我说，就是我这个经名啊，很多人有不同的说法啊。维摩诘经也有讲，维摩诘所说经也有讲，佛说维摩诘经，另外还有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经，还有呢，不可思议法门经，很多种翻译啊。另外还有这个无后称经，无后称经啊。另外还有这个普入。普入法门经，不可思议解脱经，
啊，好几种等等很多，他的这个用他的经名很多。啊，维摩诘跟我讲，那你卢师尊，你也帮我取一个经名。我说，过去我曾经读过这一本经啊，我是读过这一本经的。我想了一下，我就讲说，这个维摩诘人间游戏经，啊，他听了以后啊，他讲说，还算蛮贴切的，还算蛮贴切的，维摩诘人间游戏经。他在人间游戏嘛，然后我又想，哎，这样好像讲到游戏，就等于 game 嘛，啊，现在的人喜欢 play game 啊 ，play game， 嗯，好像世俗了一点。叫维摩诘法王，我说维摩诘法王神变经，我说法王神变经，你认为怎么样？他说上佳。那我就问这个维摩诘，我说如果你自己取经名，你要取什么？我就访问他，如果你自己来取经名，你要取什么？嗯，他回答零零零零零经。我说这样不是没有名字吗？他说所有一切的经名啊，全部都是假名，没有真实性。所以他真正的经名是零零零零零经，零 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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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ro。 我一听啊，这个 zero 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它包含了一切，它完全是包含了一切的。零零经，那就是动动经啊。什么叫动动？动动也就是零零啊。啊，以前我们这个当兵的时候啊，当军人的时候，我们讲零啊，就是动。所以我们那个连啊，叫做五八动二测量年，啊，五八动二是五八零二测量年，我们的年叫数日，五八动二测量年，动就是零。以后我们称这个维摩诘经叫做动动动动经，零零零零经。所以我们讲的经典的名称很多，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谈一点，这个经啊，本来是梵文，
本来是梵文，那么翻译的人呢，就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呢，谈他啊，是一个真的是很伟大的、很伟大的一个人。就是《阿弥陀经》也是他翻的，他翻的，他翻很多经典。《妙法莲华经》也是他翻的，《金刚经》也是他翻的，《心经》也是他翻的。那么他的父亲呢，是叫做鸠摩罗燕，他的父亲叫鸠摩罗燕。是在中印度中天图啊，中天图的人，中印度的人，他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喜欢游历。那鸠摩罗燕呢，他就是到世界各国去行脚，去游历。游历到了龟兹国，啊，龟兹国跟龟兹国的这个国王知道他是一个善知识、有学问的人，跟他谈论了以后很佩服，就把自己的妹妹，龟兹国王就把自己的妹妹嫁给这个鸠摩罗燕，生下来的小孩就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出生到了七岁的时候啊，他就出家，天资非常的聪明。啊，我们称这个古代这些聪明的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就是有这种本领。啊，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出家以后啊，他好像就像一个圣人一样。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前程苻坚，是苻坚的时代，大家晓得吗？苻坚，中国历史上的苻坚呢？苻坚60万大军下江南，是60万还是80万？你们记得吗？啊，80万，确定是80万吗？啊，苻坚80万大军下江南，哇，整个中原地区都是他的了。那说苻坚呢，有一天晚上看到东南西北方西方。看了有一道这个光在西方显现，那个时候啊，这个苻坚觉得就请这个那时候的那个这些有名的占卜的师傅去占卜，为什么会看到那一道光？那占卜的这个师父啊，那时候叫做什么？这观天文的太史官啊，这样子给他一看，
一张博，他说西方有圣人出，有圣人出，是有很有才华的圣人出来，啊，结果是哪一个果呢？是龟兹果，有圣人出，所以苻坚呢，他就派李光，李，啊，双口吕，李光，去讨伐龟兹国，结果抓到了鸠摩罗什，啊，就被抓回来。抓回到最后，他到了长安，就专门翻译大圣经典，是这样子的，有这一段啊，翻译的，他有这一段的这个历史。其实我们中国唐朝的时候，玄奘法师，玄奘哈，有出使西域，就是到了印度去学佛法。玄奘法师所学来的，学回来的，他是学唯识，就是现在的法相宗。法相宗，他学回来是学唯识法相宗，到了那兰多大学，印度的那兰多大学去学法，学了以后归来。他就是三藏法师玄奘，很有名的这个玄奘，他是法相宗，法相宗大部分就是唯识的。那玄奘其实他也有翻译，像那个维摩诘啊，他的名字按照鸠摩罗什所翻的，就叫做净明，啊，净明。维摩诘是属于梵语，那么翻成中文就叫净明，净明，清净的明，清净的明，叫净明。这是维摩诘翻的，叫做净明。啊，玄奘翻的，就叫做无寇称。所以无寇称经是由玄奘方的那边来的。那么维摩诘他在这个鸠摩罗什所翻的，他是怎么翻的？他是用意去翻的。玄奘法师他去翻的是直接从梵文字翻过来的，他是日译，一个是属于意义，意就是意识，这个经典的意识，他用意识知道那个意识以后，就以这个意识来翻译的。所以他的文字比较流畅，啊，如果用字义，玄奘法师翻译的就叫字义，是以梵文的字，一个字一个字把它翻过来的，那叫做字义，啊，以这个文字来翻译的，而不是用他的意识来翻译的。啊，鸠摩罗什所翻的大部分都是意义，啊，用这个经典的意识句子这样来翻译的，所翻的是不同，啊，日译跟意译是不太一样，所以这个鸠摩罗什所翻的是属于意译，那玄奘法师所翻的是属于日译，日译用。一梵文一个字一个字翻过来的，
还要讲这个经以前呢，这个翻译这本经的人也要稍微提一下，让大家知道啊，让大家了解他的意思。这个佛法真的是至高无上，至高无上，没有比佛法再更深的法了，这无上法，无上法。所以我在写这291本书的时候啊，我的序就是讲这个维摩诘大士入梦来，第一篇序就是他进入我的梦中跟我的对话。我把这个291册的书名就叫法王大神变，法王大神变。啊，其中呢，我也会提到这个很多这个维摩诘，他每一天给我的这个启示，给我的这个，给我的这些启示啊，维摩诘本身他给我的很多的启示，啊，受益无穷。我会把这本书好好的写，这本书里面的不是啊，我不是写维摩诘经里面的东西，我是写维摩诘给我的启示的东西，就是法王大神变啊，法王大神变。讲几个笑话哈，刚刚讲的是都是正题啊，大家都没有笑，来讲几个笑话让大家提一提神。有一个病人跟护士讲，护士小姐，医生有没有吩咐你送安眠药过来？护士讲，没有啊。病人讲，如果再不拿拿来，我就要睡着了。哎，现在疫情这样子，很多的疫情的这个笑话啊，我看这个是也是跟疫情有关的啦。打疫苗啊，跟疫情有关，打疫苗，有的真的是会猝死。打完疫苗啊，就突然间走的也蛮多的。不打疫苗呢，他就会病死。他每天看新闻呢，看新闻会气死。这个轰尘再轰下去的话，大家都很穷，就是穷死了。那学校也没有上课，小孩放假就已经烦死了。那关在家里啊，没有工作就饿死了。
他每天关在家里是会变成怎么样？就等死吗？他等不到补助怎么样？就叫哈死，哈哈的死，哈死。然后在家里啊，每天吃啊睡啊，就肥死。这疫情，哎，真的是很麻烦的事。啊，很多同学在讨论喜欢看的书，小明就问老师啊，我们全家人都爱看书呢，我的奶奶啊爱看保健书，我的爷爷爱看笑话书，我的妈妈喜欢看这个烹饪书。老师问，那你爸爸喜欢什么书呢？小宝讲，我爸爸是公司的总经理，他只是爱看秘书。也是书，你秘书啊。老师问小明，小明啊，你为什么出道？小明讲，我刚刚帮助一个人。老师讲，就真的啊，你也会做善事啊。小明讲，是真的。这个人啊，掉了500块，没钱坐车回家，于是我借了200块给他。老师讲，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骗子呢？这样随便就借钱给他。小明讲，因为我捡到500块。好了，现在进入你问我答。这个把肌肉是少脊的地方啊，少脊就是碰到人就讲少脊，就是巴西啊。是联合问的啊，联合上司问的，他还有问题啊。最敬爱的师父佛安，弟子联合一心顶礼师父，感恩师父不辞辛苦，每周为众弟子施以解惑，点亮明灯，弟子祈请师父为众等开示。目前我们综合中成立了真亲会，是真佛宗青年会的简称，就是真亲会。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加入，而这些年轻人中很多还未皈依，也还未深入了解真佛密法，但是他们通常对禅定很有兴趣，请师佛指示，为了度化这些年轻人，可否直接教导他们练习禅定，又如何在真佛密法的诸多宝藏中选择哪一种禅定法门能最契合现代的年轻人。感恩师佛的开示，祝愿师佛健康长寿，请佛注视。弟子联合拜上。哦，年轻人喜欢啊，学这个禅定，
练习禅定。好，那我就讲禅定嘛。其实，释迦牟尼佛他讲的这个所谓的三无漏学，三无漏学就是戒、定、慧。啊，佛法的三无漏学就是戒、定、慧。戒就是守戒，定就是禅定，慧就是波叶佛慧啊，叫做波叶之慧，波叶之慧啊，不是一般的世俗的知识啊，知识跟智慧不一样了。然后智慧在我们世俗人讲起来，但是一般的一种知识加上的这个灵机，加上的灵机就叫做智慧。而佛法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它是属于波叶智慧，就是教你如何发菩提心，如何去实践啊菩提心，到最后呢，你能够以菩提心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样子的，那个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智慧。至于禅定跟戒律，在上座部，佛的上座部非常重视。那大众部呢？后来佛教分成上座部，上座部就是以前佛陀这个教这个阿罗汉修行的一个方法，他们严守戒律，每天修禅定，就是上座部，他们的修行很重视戒律跟禅定。那么大众部呢，就比较重视禅定，他也重视禅定，也重视智慧，两者他都重视的。哪一个禅定的法门比较好？这个就很难讲，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知道的，为什么要禅定？主要是要让你精神统一。这个老子也讲过一句话，人能守一呀、啊、万事毕，人能守一万事毕，就是你能够集精神集中的话，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解决，是老子讲的，人能守一呀、啊、万事毕。释迦牟尼佛也讲过啊，精神统一啊，无事不成。其实我们按照现代人来讲，你聚精会神的去研究一件事情，到最后终于会成功的。
你如果以散漫的心来做任何事情，大部分都不是不成的。所以我们出家人呢，最忌讳的就是懈怠、懒惰、拖懒，就是最叫人瞧不起的。这六波罗蜜当中啊，其中一个是精进。这精进呢，对着布施也要精进，持戒也要精进，精进的更要精进，忍辱的也要精进，禅定的也要精进，智慧也要靠你精进去学习才能够得到智慧啊。你如果出了家，顶着出家的法师的名字，你拖懒懈怠，非常可耻，我告诉你。绝对是可耻的。你在里面浑水摸鱼，不可饶恕。释迦牟尼佛时代，他很不喜欢这些浑水摸鱼的。浑水摸鱼的都不会有成就。六波罗蜜当中，精进是包含任何一种的精进，都包含在所有六波罗蜜里面的。浑水摸鱼的，你读书浑水摸鱼，你怎么可以？出了家你还浑水摸鱼？你等死啊！你等到死的时候，你才知道来不及了。所以我告诉大家，其实师尊是。师尊唯一的长处，我本身卢师尊唯一的长处，就是毅力。我没有什么本领，我就是毅力，我的坚定的毅力很强，所以才能够写那些书啊。才能够画那些画，才能够做一些事情啊，做一些法务啊。如果出了家还浑水摸鱼，你就给我还俗。你本来就俗嘛，你哪里有出家？出了家还浑水摸鱼，这是浑释迦牟尼佛的鱼。这个将来啊，死后到地狱啊，就打阎罗王，先给你打500大板，叫你屁股开花。出了家还浑水摸鱼，太不要脸了。我千万不要给我浑水摸鱼。我告诉你，我看看了，我平时不讲，看那些浑水摸鱼的，
知道就好。啊，世尊是很精进在修行，而且你看我努力修啊，修气脉明点，修到真正的无漏。我四十几岁的时候就修到真正的无漏明点，所以很重要的。所以今天讲禅定，我跟大家讲，年轻人要精进。你既然对佛法有兴趣，对禅定有兴趣，第一个你就要精进，在摸索在那个禅定如何让你的精神统一。只要能够精神统一的，全部都是方法。有很多方法的，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就讲数习观，数习观就专注你的呼吸，精神专注你的呼吸，你就在呼吸上面。到了连自己的呼吸都忘掉了，那就禅定了，就精神统一了。这个叫做数习观，第一个观法我们晓得是数习观，就是注意你的呼吸，一吸进来，一呼进去，每天都一定要禅定的。出家不是闹着玩的，不是另一种职业，你改换人生的跑道，跑到出家来。你以为这个可以玩一玩？推，有事情我不会，我推掉，不做；拖，不能不做；拖死狗拖了，拖半天也好，拖一天也好，拖一星期也好，拖一个月也好。拖，第二个懒惰的拖，第三个实在拖不下去了，拉别人来做，请别人做，自己不做，推拖拉，这脸皮实在厚啊，每件事情都要研究。要精神统一的去做，所以数习啊，你一定要练。我先讲数习，数就是你的呼吸，你的呼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你很细心的去观察你的呼吸。一呼一吸就是一，一呼一吸就是二，一呼一吸三，啊，这样子一直数这个数目，一直数，数到最后，你精神统一在这个呼吸上面了。到了有一天，你一直专注着这你的自己的呼吸，专注到最后。你终于忘掉了呼吸，其实我们平时就忘掉呼吸了，但是为了让你的精神能够集中在一个点上，以呼吸来作为一个点，非常重要。啊，这个很重要，以呼吸来作为它专一的一个点，你就专注你的呼吸好了，其他你通通都不要去想。有时候那个
在你精神统一的时候啊，你反而你身上的气反而自然触动了气的机能，在气脉明点的修行上有两种很重要，一个是纳气，把气纳进来，气纳进来，呼出气的少，吸进来的多，你的血中就有氧。有一天呢，你这个血氧都够了，突然之间你的脉就充满了气，就把中脉都打通了。我们最近的那个的同门当中啊，有很多通了中脉的，很多通了中脉的，像这个今天刚刚回去的啊，新加坡的莲花丽辉，他的中脉是通的，他的中脉是通的。还有英国的这个狮头啊，他的中脉是通的。台湾也有弟子中脉也是通的，我简单就举这两位，他的中脉是通的，他的气是通的。为什么气会通呢？因为你精神集中，当你中脉通的时候啊，有时候会感觉到你全身热会产生出来，因为你气已经很足了，气在中脉里面行走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热受，就是大热涌池，非常重要。你得到大热涌池以后，你每天都会很快乐，你知道你获得了宝，那个叫做大乐泳池，那个宝物你得到了，得到了气的这个宝。再来你会得到什么？因为你气很充足了，整个中脉通的时候，它光明就会显现，你会可以看到光了。当你看到光的时候啊，最后你终于会达到一个境界，光里面显现的本尊出来了，你跟本融入本尊，你融入本尊或本尊融入你，将来你就修成本尊相应了。先产生热，然后呢再产生光，最后呢由光中跟本尊相应，跟本尊相应了以后，随时你都是本尊。这是密教本身的法，密教本身的法，但是也是要由禅定精神统一入门，没有精神统一，脑筋胡思乱想，还在世俗之间胡思乱想的，没有办法禅定。贪名、贪财、贪色，他是没有办法禅定的，因为你脑海里面不是财，就是名，就是色，
每个脑海里面把你整个都搞乱了，整个脑袋都是垃圾 garbage。 Your head is too much the garbage， 全部都是垃圾，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这些垃圾，又好吃又好睡。所以讲说地狱五条根，地狱当中就由这五个变成你的地狱：财、色、名、食、睡，就是地狱五条根。好吃懒做好睡，贪睡，你就去睡吧，啊，从早睡到晚，从早睡到下午，下午又睡到晚上，晚上又睡，白天也睡，晚上也睡，那你是一条死猪啊，连活猪都当不成。来，醒过来，一人就是吃。吃了就是睡，吃完了就睡，睡了就吃，下辈子你当猪公。啊，我们谈话讲低公猪公啊，大猪公在比赛赛猪的时候，那养的那么肥的，那么比赛呢，那最大的猪啊，啊，在三峡祖师公庙的时候啊，那些大猪啊、肥猪啊，咬着那个一个橘子啊，嘴巴咬着一个橘子啊，还比赛第一名呢。你就去当猪公啊，大猪公。吃睡，人类的欲望。财色名，这五个人类最大的欲望，通通越少越好。再来呢，你就是要学习禅定的时候，属习的联合问我，我说入门就要属习，数着自己的呼吸。一直数到连呼吸都忘掉了，精神统一的，你专注自己的呼吸的时候啊，你就精神统一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认为数习就是入门第一个最好的方法，数自己的呼吸。你当然不能说眼观鼻啊，鼻观心啊，这样子做的。所以我跟联合上师回答，啊，师尊就讲了这么一个，就是眼观鼻，那么眼睛半眯着，不是合起来，合起来你就会睡着，你必须要半开的，看着自己的鼻端，注意他的呼吸，把呼吸变成颜色。你呼出来多长，吸进去多长，啊，平均平衡的这样子呼吸也可以，不然就是吸进去长，出来的短。你可以观察，然后去数这个呼吸，精神就会统一，其他脑中想的那些垃圾啊、粪舍垃圾 garbage 要全部都要丢掉。还有第二个问题，马来西亚罗华国问的，关于禅定是有很多方法，但是师尊今天只讲那个数息啊，数息法，就数呼吸的方法。
马来西亚罗华国问的，马来西亚弟子罗华国向师佛顶礼，问题一：发菩提心。如师佛在2022年1月30日的开示讲，每一个法都绝对要发菩提心，任何法都要加上发菩提心。有同门说，在修上师相应法时，还没有念清净咒之前，做了四无量心观，就等于是发菩提心了。所以修法时的发菩提心可以略过了。又有同门说，修法时念的每一句咒语、一句佛号，都等于是在发菩提心。所以修法时有的有发菩提心可以略过了。又有一个同门说，行者如果明白发菩提心的意义，就已经相应了菩提心，所以修法时的发菩提心可以略过了。又有同门认为，如果行者发了大菩大愿，如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或粉身碎骨度众生之愿，那么也等同发菩提心，所以修法时的发菩提心可以略过了。略过就是说不用了。请问根据上面同门所说，是否可以在修法时不必再发菩提心了？感谢师父解答。罗华国顶礼。我告诉你，这些同门所讲的全部都是放屁。做什么都要发菩提心，哪里修法的时候不发菩提心的？做任何事情都跟菩提心有关。这些同门所讲的，这以一概全呢。啊，做了什么就是要发菩提心，是修法的时候不用发菩提心，做了什么就不用。修法就不用发菩提心，放屁！告诉你两个字，放屁。答案就是这两个字。简直是魔线！真的，每一件事都要发菩提心。任何一个事情都要回向，那回向发菩提心，任何一个法都要发菩提心，哪有修法的时候不发菩提心修法的？什么是菩提心？一切的善行都是菩提心。一切的善都是菩提心，一切的善念都是菩提心。修法的时候不发善念吗？当然也是善念了。你坐在那里修法，你要观想你的父系亲人、母系亲人啊，父系的亲人、母系的亲人，后面的恩人师长，前面的冤亲债主，六道众生一起发菩提心去修法的。你修法是为了六道众生修法的，怎么可以不发菩提心？任何事做任何事情都要发菩提心，就是一切都是善念。跟马来西亚罗国华讲，这些同门所讲的全部都是放屁。我已经讲了，每一个法绝对要发菩提心，任何法都要加上发菩提心的，已经讲了嘛。甚至于做任何事情
都是发菩提心的，无为而为，我不是为什么，我不是为钱做的，我不是为名做的，我也不是为什么利做的，不是。菩提心是无为而为，我不为什么而做，但是都是一些善行，那个才是真正的菩提心。哦，10:30。有男人去问神，酒跟女人必须放弃其中一样，应该如何放弃？这神回答，要看年份。有一个男的啊，去跟这介绍所的一个女的，男的讲，你能介绍个你朋友给我吗？这个回答，好，我试试看，你要什么样类型的？这男的问，要眼睛大大的，要睫毛长长的，要双腿细细的，要双峰挺挺的。这中介就讲，那我介绍骆驼给你。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双腿细细的，双峰挺挺的，就是骆驼了。好，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来等你后。非常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宝贵的法语开示。雷藏寺有以下佛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5月15日星期日下午3点，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与彩虹雷藏寺主持大吉祥天母覆魔法会，赐受大吉祥天母法灌顶。彩虹雷藏寺周日开放时间是下午1点，敬请大家进入寺内，请配合全程戴口罩，请不要摄影及拍照。欢迎大家同沾法喜，共沐佛光。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详情请参看彩虹雷藏寺网站查询。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大悲咒水，即为佛像开光。Om Guru Lien Sang Siddhi Om Guru Lien Sang Siddhi Om
以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相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相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相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于其寿。恭请师尊加持大家，同修会圆满吉祥结束了，非常感恩师尊的大加持，感谢师母、长老仁波切、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同门善信大德的护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网络直播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We now conclude.